次就是上这种科学课之前都得等老师过来开门才能进去。所以你下次注意一下，把这个劈出来一点，把这个锁进去。放学了。5:29，5:30，然后我就是刚刚到家，然后我刚刚点了外卖，它应该还有一个小时才能送到。这个第一例是我今天计划要完成的，就是计划能不能完成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我现在应该要先去就是干一些事情，就先写一些一部分吧。Holly 真的永远的神。虽然说吃饭前说要写作业，但是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写，然后现在已经就是7:16。然后现在开始写作业。我一般就是做笔记的话，就是喜欢把这个 syllabus 放到左边，然后这个是一个 notes， 然后自己再就是写一遍，因为我觉得写一遍的话会记忆更加深刻。
服。Is taking place. Wait, I've stopped it there. Notice it was very. 加等量的。是啊。慢慢，不要，没事。哎，这个应该是，等一下，我惊恐的实验。这个应该是25，没错。哎，你摇。下课了，然后我都买了很多东西，我当时留下。姐妹们，放学了，放学了。我当时取了一个快递，买了一些零食。